国家的国旗，所以那个是盟军占领台湾啊，蒋介石军队占领台湾，并不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我要不客气讲，这些教授根本没有什么知识，至少没有国际法的知识。为什么？受降，他们就问林可梅什么？林可梅是这样的：美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有规定，各州根据什么条件可以加入美国联邦？有没有规定跟宣言一样？那个就职演说的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，在宪法上，在国际法上非常有名的。希望这个国两边参议员的那个就职演说也要这么有名才行。您给怎么讲？就是叛国。然后他定下这个林肯原则，很有名的林肯啊 discipline。台湾很少人念到这一段啊。